我唱歌啊。嗯，对对，不然我唱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等到人家都走了，你再唱。你看你像双鱼座吗？你都结婚了，还前母了，哎，前比前女干嘛呀？然后你今天现在你自己想，比艺人还忙，对不对？你从刚才第一首到现在换几套了？换七套了。他换七套而已啦。对啊，后面还有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套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比较特别，你有两套，因为你访问两次就换两套。那待会还有一套吗？当然有啊，真的。等一下越穿越少，就是送货了。真的，我们梅老师非常的用心，是是是，真的。因为第一届来台西啦，所以希望讲吼，大家当看到讲咱的勇气。不是他来的时候我吓一跳，因为我以为他离家出走，怎么说？他挎皮箱啊。对，那梅老师的那个皮箱也很大，对对对，超休闲甚旧诶，你知无？每个都较济，连刚咱来办迄个跨年晚会，咧咱足济啊。可能咱出来就无人看咧。好啦，是啦，最主要就是讲哦，让大家有个印象哦，感觉讲诶，人家足用心诶，就像咱你看咱今日办这个晚会，诶，真的咧人山人海。不是你这样也，不是他这样也不行啊，人家以为那个主持人有没有小舅旁边那一个，怎么常常一直换，一直换，一直换？啊，那么晚对啊，那么你都有啊，对啊。是啊，但你我长不够完整。是，我输又龙又龙，我你讲，你咧想啊，你较细白，我较大白啊，对不对？嘿啊，啊你个愈大白啊。咱今日也当徛在这个台顶，大家拢变大白。哎呦，对啊。你真正老恭维，真的。好，你后边真的是我从小看到大。还有一首歌，还有一首歌，送给大家。最后一首什么歌曲？轻松轻快的歌曲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借给我。什么打拍子好不好？打拍子是不是？对啊，你要起来跳舞也没关系，你要站在椅子上也没关系。哇哦，我看见你们的热情。非常厉害，我今麦看到朱林威玩的哦，有始有终。因为头先也无去，今麦随回来要来看你啊。对，他也拿了很多海报。是是是。我跟你讲，佑龙真的改变非常的多。他刚出道的时候是非常，就是感觉。你讲的好，你讲的好。他很秀气，是，然后很温柔，现在也很秀气。是，现在换那种唱跳歌手。哦，我错起来，我兄弟就要变粗犷的哦。对。无啦，就是讲以前较精，今麦。现在比较活泼，对，他现在换个不同的，长大了啦，长大了啦，对啦，大汉啦，现在变妩媚了，是固定，是固定啊啦，老贝啊啦，哈，什么什么定？是固定，就是翅膀长硬了，然后它就会飞了。哦，翅膀的台语叫是固，嘿呀，了解了解，啊，你那是固伊，就是厉害，是固伊，哦，是固伊，对，哦，好，说来这条歌，轻快唱跳的对啊，好，叫做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悄悄走进我身边，阳光照亮了我。你们的手呢？你是大气，依然又闪烁，仿佛天神是那最亮的一颗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我。你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照亮我。怎样欢喜，却没对你说。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旁边的朋友，举起你们的手。像那朵天边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悄悄走进我身边，阳光照亮了我。大地依然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是那最亮的一颗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照亮了我。熊熊火焰。
是不是火花照亮了我？我自然欢喜，却没对你说。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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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为了配合。